要开光仪式，三张符，每一张都要打开，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然后这边一张然后开光仪式，放五色豆，五个颜色的豆，最后一个豆。三包水晶石，最后九个龙的铜钱，撒一点神灰，这个已经好了，然后回去把香灰盖住就可以了。现在我这里有两个神，一个是张天师，一个是包青天。
现在要开光仪式。已经完成了，跟我啊，就这样。暂停。这个。